其楚国，势如破竹攻入郢都。楚国全民皆兵，竭力死战。吴国一举灭楚的计划，在楚人反抗的呐喊中灰飞烟灭。楚国在惊涛骇浪中逃过了灭顶之灾，而只知进不知退的吴国，由骤兴到灭亡，如同昙花一现。楚威王的成功让楚国登上了盛世顶峰，然而产生畸变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风，能瞬间吹落所有的繁华。515年，一位名叫专诸的刺客改变了吴国的历史。他用一把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杀了吴王僚。策划这场刺杀的正是从楚国逃来的伍子胥。7年前，受奸臣的谗言蒙蔽，楚平王下令诛杀伍奢。在楚国兴盛绵延了数百年的伍氏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唯有伍奢的儿子伍子胥幸免。从楚平王屠刀下侥幸逃脱的伍子胥，义无反顾地奔向吴国。他知道，作为楚国的死敌，吴国是他实现复仇计划的起点。这场由伍子胥策划的谋杀，帮助他的主人公子光接替被杀死的吴王僚，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吴王阖庐。也正是借助这场政变，伍子胥得到了吴国的重用，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帮助吴王阖庐夺得王位，仅仅是复仇计划的开始。伍子胥真正的目标是灭掉楚国。刚一上任，伍子胥就急不可待地向吴王阖庐献上了提楚之计。伍子胥建议吴王把军队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去扰楚，楚国只会疲于应付，下不了决心来伐吴。这样持续的骚扰战可以有效地削弱楚国国力，等楚国国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吴国再以三军攻之，胜券自然在握。此时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已经去世，楚昭王即位。这位不幸的国王一上任就遇到无岁不有无师的局面。吴国连续出战，声东击西，在水陆两线多次袭击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在骚扰楚国的同时，伍子胥日夜操练吴军。在他的指导下，吴人的军事技术迅速达到天下一流。公元前506年冬天，大别山与桐柏山间大雪纷飞，驻扎于两山之间益阳三关的楚军尚在梦中，一支30,000人的吴军精锐突然出现。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楚国的国力被消耗殆尽，渐感时机成熟的吴国出乎意料地发动全国兵力大举攻楚。在伍子胥的谋划下，
吴军采取奇袭战术，长驱深入，冲进千余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吴军就奇迹般地出现在汉江边上。楚国军队的失利从汉江边与吴军的大战开始，吴军五战五胜，势如破竹，不堪一击的楚军接连败退。当国都城外荡起滚滚烟尘，在吴军越来越近的马蹄声中，楚昭王逃离了郢都。吴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入郢都。十六年前，从楚国仓皇逃离的伍子胥重新踏上故土。这一次，他的身后带着吴国的浩荡军队，从王城大门跃马而过。伍子胥一路冲进了郢都。这个差点在楚平王的屠刀下丧命的年轻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践踏着昔日对他来说遥不可及的禁地。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不可思议。伍子胥纵马驰入郢都，来到楚国的王宫，沿着当年父亲的足迹，伍子胥一步步地走进大殿。从他在杀戮中侥幸存活，仓皇逃往吴国开始，这条复仇的道路他整整走了十六年。这么多年来，伍子胥从没有踏实的睡过，亲人们痛苦的哀嚎不止一次的在他的耳边回响，楚平王锋利的剑尖无数次穿越漆黑的夜晚，深深刺进他的心窝，那是他周而复始的噩梦。楚王用剑破碎了他的家庭，如今他也要用剑破碎楚王的疆土。伍子胥逃离楚国的时候，路上就遇到了他的好朋友同朝为官的好申包胥。后来伍子胥讲，他说呢，我有朝一日一定要灭亡掉楚国。他就讲了，他说如果你灭亡楚国的话，我一定会让这个楚国转危为安，我一定要保护楚国。郢都被攻破后，为了实践当年保护楚国的诺言，楚国大夫申包胥主动请缨，日夜兼程奔向盟友秦国。那申包胥确实跑到秦国去借兵，那当时的秦王不见他，他呢在这个秦国的宫廷外面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喝，粒米不进啊，甚至于说眼睛里边都哭出血来了。那么秦国的国君呢，被申包胥的这个忠诚所感动，所以就后来派了这个几万大军啊，去帮助楚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故事都是这样赋予传奇性。其实，在这个传奇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晚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纵观春秋晚期的地图，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东西向相邻的秦、晋、楚、吴、越五国，相邻者基本都是敌国，而相间隔者大都为友国，也就是晋国和吴国成为一派，而秦、楚、越国则是与之对立的另外一派，两派之间形成明显的链式制约关系。
申报喜即使不这样的哭七天七夜，大概他还是会吃亏。为什么？秦国也怕晋国做大，因为他知道吴和晋是盟友，那么吴国灭了楚国，事实上最受益的是晋国，晋国一大，晋国是秦的近邻，必定威胁到秦国。所以在这个时候秦国向他该出手了，不然的话将后患无穷。国都沦陷点燃了楚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在危急时刻楚国上下团结起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原本就尚武的楚人全民结兵，竭力四战。秦国援兵的到来更是重振了楚军的士气，楚军与吴军开始相持不下，伍子胥设计的突袭战至此演变成了持久战。吴国毕竟国力有限，无力持久，随着战争的延长，吴国后勤补给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终于吴师入郢不到十个月，吴国一举灭楚的计划在楚人反抗的呐喊中灰飞烟灭。吴军撤退，楚国幸存了下来，但他终究还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楚昭王回到了残破不堪的王宫，这座伫立在殿上的大鼎曾经是楚国荣耀的象征，如今却刻满耻辱。只有与昔日的荣耀与功勋彻底决绝，楚国才能赢得新生。没有史料记录楚昭王重返王宫的心情，或许在那一刻他经历了复杂的内心较量，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那就是放弃满目疮痍的郢都，将国都迁往他处。吴军入郢这个事件应该讲是几百年以来楚国所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事情坏事有的时候啊，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好事，楚国的统治者从中就吸取了教训。所以楚昭王在秦国的帮助下面复国以后，他就采取了很多关心爱护老百姓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消除政治上的腐败。后来楚人在今天的江陵一带建起了一个新的都城，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济南城。在楚国，凡是有王宫的地方都被称为郢，冠以地名以资识别。因为这座都城位于灾地，所以叫做灾郢。出于习惯，楚人仍然简称这个新的国都为郢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济南城附近修建水利设施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墓葬。在竹冢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长132米、宽12米的车马坑。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战国时期车马坑。43辆马车及164匹战马，这个超级豪华的仪仗车队向我们展示着墓主人当年的宏大气魄。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车马坑内，人们发现了36马驾车，就是这个是在《周礼》上面啊，还有其他的古代文献中都记载，就是只要天子，只有天子才能够出行，才能用那个用6匹马来驾一个车。湖北江陵从它的规模，从它的档次来说，应该是一个楚王墓，是应该没有问题。经过科学测定啊，
这个大墓的大致年限呢，是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也就是说，墓主人很可能是楚惠王。除了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相媲美的车马坑外，人们还在众多陪葬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这一件件玉龙、玉璧、玉璜，向后人讲述着昭惠时代楚国又一次重现了物质的辉煌。从摧毁殆尽的旧影，到气势恢宏的王陵，楚国在吴师入郢后如此迅速的自我修复，是如何奇迹般完成的呢？将国都从郢都迁到了济南城之后，楚国欣欣向荣之景再次重现。曾经流散各地的王室工匠，又一次为国王织出了天下最为华美的盛装。从劫难中安定下来的楚昭王，心血来潮之下，提出想到京台游玩。国家尚未从浩劫中复苏，身为楚王，又怎能如此沉迷于玩乐？诏书一下，朝中群臣纷纷反对。然而，楚昭王却执意出行。新的宫殿早已在地平线上重新耸立，以恢宏的气势赞美着楚昭王的功绩。前往济南城的道路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马车从远方驰骋而来，车上载着争先恐后前来见识济南城繁华的各国使臣。如此盛世，身为一国之君，为何不能出游美景之地？令楚昭王意外的是，群臣之首令尹子西不仅没有反对，还为昭王精心准备了一份大礼。准备出行的楚昭王等来了这份礼物。令尹子西送来的，正是当年他在旧都大殿中折断的那把残剑。影都沦陷，楚国几近覆亡，子西的告诫不言而喻。以残剑相赠，子西用心良苦之举让昭王恍然大悟。众臣的反对并非小题大做的非议，而是推心置腹的告诫。昭王最终放弃了出游的打算，从此他潜滋暗长的奢靡之心荡然无存。楚昭王复国了以后，他完全一改楚平王、楚宁王执政时期的那种种弊端。楚宁王是五弟兄，这五弟兄就是为了争夺王位相互的杀戮，所以最后呢这个招致了这个吴师入郢的这样一个悲剧。但是到了楚昭王的时候，他特别注意这个团结他的宗亲。楚国的失败根本原因是权贵阶层对百姓压榨过度，这是楚昭王痛定思痛后另一个深刻的体悟。楚昭王选择了退，将一切退回到合理限度之内，于是他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在上严明政治纪律，约束权贵阶层，在下实行休养民生。
和与退的国策如同久违的雨水，滋润着楚国干涸的土地。在绵绵春雨中，楚国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楚国也在雨水的洗涤中获得了新生。从濒临亡国的危难中复苏，楚国国力渐冲，但他与吴国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终止，吴师入郢的耻辱挥之不去，心酸的记忆折磨着楚昭王。公元前489年的秋天，吴楚之间的战争僵持不下，心力交瘁的楚昭王病情日益加重。当他站在城墙上眺望西方时，接连三天，他看见太阳边上有一朵红云。无风盛行的楚国，在遇到各种特殊的自然现象时，首先想到的是占卜。占卜过后，周太史派人告诉楚昭王，一连三天太阳边上有红云，这个征兆说明昭王将遇到大祸，唯一的办法是举行攘灾之祭，用法术将这场大祸转移到令尹和司马等大臣身上。按说如果说是一般的国君的话，他就会欣然接受自己的建议，因为什么呢？国王是一国之君，是不是？他把自己的灾难转移到他的臣子身上去，保全自己，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楚昭王坚决拒绝。楚昭王说：“把我这个心里的病转移到我的这个胳膊上去，这不还是在我的身上吗？”意思就是说，我的大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不是？他说：“我坚决。”不同意这么做。楚昭王拒绝将祸患转嫁于他人，孔子因此称赞楚昭王宽厚明事理。不久后，楚昭王因病去世，但是政权平稳转移给了他的儿子楚惠王。他的几位兄弟近亲辅佐侄子，继续昭王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重现上升势头。楚国在惊涛骇浪中逃过了灭顶之灾，经历了严酷考验之后，他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表面上看，楚国的自我修复是因为楚昭王个人品质的出色，如果向深层发掘，就会看到楚昭王一言一行背后深厚的文化力量。从楚庄王时代起，楚国的物质力量持续上升，楚国的文化厚积薄发，摆脱了长期以来落后于中原各国的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成就是老庄哲学。老庄文化与居于东部齐鲁的儒家和居于西北魏秦的法家三足鼎立，成为影响中国后世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在这三家之中，老庄哲学以其精辟深邃独树一帜。那么他这个方案是有点介于所谓的无为的无为而治的方案，它不像既不像孔子的那种提倡周礼的礼乐文明的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墨家提倡一种宗教，更不像后来的法家提倡一种刑法，他是采取一种所谓的放任自流的一种无为的政治。多水的南方催生了老子深邃而流动的智慧，对于水，老子有非常深刻的体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提醒统治者，
要重视百姓的愿望，即使知阳刚的险要，也仍要坚守阴慈的柔静心态。统治者要谦退平和，就像是能包容天下的溪谷一般。柔弱才能生刚强，刚强者容易折啊。水是最柔的东西，是天下之至柔，但是它可以水滴穿石，可以天下之至刚。你要想战胜别人，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一味的争强好胜，认为你可以仗势欺人，这样的话你会招来嫉妒。包括国王对大臣要谦卑，大臣对百姓你也要恭敬，这都是老子他就是无为而治的一系列的，看起来都不是进取，但事实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每一项都是为了更大的进取，更大的有益。楚昭王为人的谦退，施政的无为，与老子思想同样基于博大精深的楚国文化。正是深厚的文化基础，使楚国政治家们在挫折之后表现极为理智，迅速摆正了国家的方向。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继承父亲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国力不断增长。公元前476年，越国起兵攻打吴国，历史再次重演。后发的蛮夷战胜了先发的蛮夷，吴国没能像楚国那样扛住身边另一个蛮夷之国的打击。由纣兴到灭亡，吴国如同昙花一现。追根溯源，是因为他缺乏像楚国那样深厚的文化力量。战胜楚国之后，吴人更是志得意满，停止了进一步中原化的脚步。吴王夫差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纹身的蛮夷之人，不值得用理智来要求。没有深厚的文化，就意味着吴人只知进不知退，只知放任自己的野心，不懂得留有余地。很快，这个强国在短暂称霸后，就迅速消失在历史中。宿敌吴国被消灭之后，楚国国势再度强势上扬。继昭惠中兴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楚国又迎来了两位伟大的国王，宣王、威王。他们励精图治，勤政有为，对内坚持与民休息，不轻易动用民力；对外采取以静制动，既不轻率出动，又不错过时机。楚国尽量不发动战争，但是机会一旦出现，则全力出击，扩张领土。通过这种战略，楚国利用各国矛盾，不失时机地对外出击。在北面，楚国相继灭了老牌诸侯国蔡国以及杞国。在西面，楚国已经把疆土扩展到了80。在东面，楚国轻松击败了越国和齐国。楚国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当此之时，楚国的疆域在诸侯国中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到楚怀王执政前期，也就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速瓦解，由此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巨大的面积为楚国的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这个世界第一大国交通条件的优越，更是他迈向盛世的助推力量。楚国地处南北之交，水路交通便利，天下独步。由水路溯江而西，可达巴蜀间地区，通过汉淮诸水，可以北上中原，与中原互通有无。沿江东下吴越，可以一日千里，通过湘江等水路，直通湖南乃至滇黔地区。1957年，鄂军气节在安徽寿县被发掘出土，这是淮王颁发给鄂军起用于水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根据鄂军起节上的文字记载，当时水路运输动用多达150艘船，并且一年能往返一次，可见楚怀王时期商业贸易规模之大。在楚国贵族墓葬中，考古学家经常会发现一种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它们胎色或绛黑，或赭红，或石绿，上面有蓝白相间的眼珠纹，充满了浓郁的异域气息。中国传统的玻璃来说是铅背，它这个成分主要是蜡盖，蜡盖就是玻璃的主要的成分了，这个跟中国传统的不一样了。我特别说到它点的那个蓝彩钴，那个是中国绝对没有啊，这两个都没有，那么这个就是说，而且在埃及发现的同类型形制和纹饰都一样的，应该来说是属于啊那边传过来的。人们通常认为，中西文化交流是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在那之后才被打通。其实早于张骞大约4个世纪，楚国就已经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那么早于北方的丝绸之路啊，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它的起点是欧洲，那么经过西亚、南亚，再到中国的云南，终点呢就是当时的楚国。这说明楚文化虽然是内陆型的，但是它很有开放性，比沿海型的这个齐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更有开放性。除了蜻蜓眼玻璃珠外，楚国墓葬中还出土过人骑骆驼铜灯，方座上骆驼四脚站立，驼峰中坐着一个人，两手举着灯柱。泽国楚地当然没有骆驼，所以这种铜灯的设计灵感很有可能是源于遥远西北异域的驼队。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楚国与西域进行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楚国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还销往西伯利亚等中西亚地区，甚至远达希腊一带。楚国商人足迹之广，楚国经济开放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楚文化它的经济上的开放性跟它文化上开放性也是一致的，所以楚文化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它既有立足于它本土文化，也有立足于旁边的那种包容的那种小的那种方国给它灭掉的，它都吸收进来了。更包容的中原文化，它就是海纳百川，容纳大。经历了重重风险，跨越了重重障碍，楚国终于登上了盛世巅峰，并创造了一个与西方古希腊文明相媲美的东方楚文明。古
公元前四世纪，一列车队从赵国出发，直奔楚国郢都。主车上坐着战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家苏秦。今天，他要到楚国来拜访楚威王，说服楚国加入对抗秦国的六国联盟。经过多日奔波，苏秦的车队终于抵达了郢都。一座高大的城池出现在他的面前。2000年时光流逝，楚国郢都如今已是一片空旷，那些豪华的宫殿在时间中不堪一击，只留下一些残存的建筑遗迹。后世的考古学家就是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在跨越千年之后，还原了这座雄伟壮丽的济南城。考古发掘证明，这座城市城垣周长达15.5公里，共有8座雄伟的城门，南北还各有水门一座。城市面积为16平方公里，城墙高达14米左右，相当于3层楼高。至今残存的城墙顶面宽度达到6到8米，可以并行2辆卡车。这一切都证明了这座古城规模的不同凡响。第一次来到楚国郢都，苏秦就被这座城市的繁华热闹震惊。周游列国，他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都城如此繁盛。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货物林立。苏秦的车队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与其他车队错车而行。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城里发现了市民生活区、商业区、作坊区遗址。此外，城内还发现了400多口水井。济南城极盛时有6万人家，人口30万左右。在先秦时代，这样的人口规模说明它是一座超级城市。还没有从郢都街道的繁华中回过神来，苏秦的车队就已经驶入了城市中央的楚王宫殿区。这是一座苏秦从来没有见过的高大建筑，它高堂邃宇，体积庞大，台基上2人才能环抱的柱子，显然是从深山中采伐来的千年古树。除了气势恢宏，更令人心醉神迷的是整座宫殿的巧妙设计。为了达到最好的采光效果，这座宫殿的门窗采用了宽大的隔扇，翘起的垫脚，纤巧的腰身，金碧辉煌的装饰，殿内墙上美妙绝伦的壁画，这一切让苏秦终于确信，楚国富庶繁华，天下罕有其匹。除了繁华外，楚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也令苏秦印象强烈。他走遍天下诸国，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文化如此风格独特。楚人的浪漫情怀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用来守护墓主、镇墓辟邪的名器，构思绝诡奇特，充满了浪漫的神秘美感。和中原人崇拜龙不同，楚国人对凤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之情。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骨，
虎仰首蹲伏，凤高大轩昂，立于虎背，楚人崇奉扁虎的风尚一目了然。你跟其他国家的文字比起来，楚文字的字体更修长，仰首伸脚，笔画呢也更富于变化，有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弯曲，所以每个字看起来都像鸟那样灵活飞动。因此呢，后人把这类楚文字称为鸟书。楚墓中出土的文物体现了鸟书的演变过程，从早期初见雏形发展到更典型极致的阶段，鸟的头身尾爪已经出现。可以说，鸟书展示了楚人的奇诡想象和浪漫情怀。文明它是越成熟，实际上它是越僵化，而这种僵化都是需要有人打破的。往往的就是刚刚说这个南方这些楚人，这些蛮夷之气的人呢，他呢既去掌握了他这种理智的精髓，同时呢又能够利用自己的这种，我们倒不能说放荡不羁，但是他起码呢不被他给约束，来敢于突破。而文化的发展过程，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整体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都是一个不断的这个吸收传统，这个突破传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战国晚期，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了七个主要国家：秦、楚、齐、魏、赵、韩、燕。极盛期的楚国实力强大，但是突然崛起的秦国开始显露后来居上之势。苏秦不远千里来到楚国，正是希望以六国联盟来抗衡不断扩张的秦国。此时苏秦的合纵计划已经得到了五个国家的支持，唯独还缺少最为强大的楚国。只要他能说服楚威王加入联盟，就能避免六国的亡国之灾。苏秦知道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听到苏秦以六国联盟抗击秦国的谋略，楚威王看到了楚国的希望。秦国的崛起意味着虎狼时代的到来。当秦国骑兵一次又一次从高原俯冲而下，横扫各国之时，楚威王知道秦人凛冽的目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繁华郢都的扫视。对于楚国来说，凶悍的秦人是最为可怕的对手。苏秦的谋略正中楚威王下怀，两人一拍即合，六国抗秦联盟正式形成。六国联盟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楚威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在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中，哪个国家有一丝不慎，就可能落入灭顶的深渊。很不幸，楚国在极盛之时逐渐暴露出政治上一个重大的隐患。那么事实上，封尊的初始是想把某些人把他外放出去，给他相当的地位，事实上这样的减轻了朝廷的一些负担。另外当时是认为是可控的，但是久而久之封尊越来越多，到后来战国晚期楚国的封尊大概有名有姓的有60多个。那么这些封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地方势力，像后来的不太恰当的比如叫藩镇割据一样，你失控了他尾大不掉。楚国封君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些封君占据了国内最丰腴的土地，在封土内为所欲为，不听国王号令。贵族集团过度膨胀，让楚威王深感忧虑。虽然国家达到极盛，楚威王依然保持着理智的头脑。他比谁都清楚，
楚国的贵族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已经代替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之前一代代君王辛苦积累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楚国真正的威胁不在天边，而在昼夜。美酒的浇灌熄灭了贵族的光荣与梦想，虎作鸟架鼓敲出的不再是英雄们为国而战的节拍，而是沦落成贵族们夜夜狂欢的和声。楚威王的成功让楚国登上了盛世顶峰，然而产生畸变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风，能瞬间吹落所有的繁华。楚威王一生浴血奋战，铁马冰河，却依然无法挽住楚国坠向深渊的车轮。国君当街遇刺，骇人听闻。手握利剑，舞起大刀阔斧，挑战贵族权威。楚悼王病逝，贵族射杀无气，变法戛然而止。内忧外患中，屈原开始他的改革事业。楚国最后一次机会，楚人又会如何把握？